各位朋友大家好齁、哦、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那个牛肉面条理发吧，就是那个麻辣的红烧牛肉面，然后就这一包齁、哦、好热，然后这一包好像是100多块的样子，哦，那煮起来就是刚影片看到的那样，煮起来就是这样，料还挺丰富的啊，肉蛮大块的，哦，三四块肉，那块肉大概这么大。哦，那这一包我之前已经吃过了，就是为了拍这个影片，就是要去再去买一次回来拍给大家看哦。那这一碗之前有吃，就觉得还蛮好吃的，它的辣汤是有一点点的。有一点点那个麻辣，就是那个花椒香味很重哦，然后它有那个胡萝卜哦，那面条是这种宽面，那这个面条煮的蛮快的，大概三分钟就会熟了。我来吃一下它的那个牛肉，我看牛肉算蛮大块的，但是应该是牛，感觉像牛奶，肉是蛮软的，它不会柴啊，蛮厉害的。然后就煮起来就是这样一碗。那一般食量应该都够吃啊。那个汤不错，那个汤，带一点点的那个花椒的香味，但是不会很咸。哦，就这样吃是刚好的。好、哦，那这就是麻辣的牛肉面调理包。那今天就简单一点介绍给大家哈。OK， 那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那美味牛肉面。资讯不漏接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到这里，拜拜。